才知道顾万是假货，去找万钱理论，因此被害。那么唐赖的死也应该是万钱干的，因为分钱变起杀机。不确定他就是劫匪铁钩吗？背影十分像。除了左手钩，还有没有其他别的线索？此人公司不简单。岳老板应该看见了他的脸。警察局有内鬼。难道